好，大家好，大师，那我们今天先做一下直线吧。哎，如果阳光给患病了，找你取差，晚上还得赶回来说点话。啊，又是他。三阎王，他妈的，俺就正好在这里，乖乖滚出来淋死吧。三阎王，果然是你，有人要买你的命。碰上俺算你倒霉，你的命就到今天为止啊。昔年鼎鼎大名的阎王朝沈神医，不会已经闹钟躲到一个小姑娘身后了吧？难道你的药丸神针你已经朽得不用弄不了了吗？爹，当年你续命医术驱使黑白两道群豪宫里摆布，多少人的活路被你断，还想过平静的生活，也想得到挺美的，当的是天意难违吗？真是天意难违，你能打死俺，俺就放弃要你的命。看来天一城还是不该老本行买卖啊。动打安呢，否则安那里死得更惨。啊，我的武功早已尽失，今日只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原来因自己害死自家婆娘自废武功的事是真的，世上竟有这么蠢的人。俺绝对要你死得很惨。他妈的，你谁呀？跑出来碍什么事？沈姑娘，原来你会说话的，谢谢你对我这样的小人物这样的好。好，这边剧情其实跟单机版一模一样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。我还洗蛮厚的呢，还好我们是八打一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狮王走马，请居住问。好强！你委托了，你被干掉了，契约终止，任务结束。嗯，好吧，这边打一下吧。三才阵，啊，这边快转啊。好，小傲骨这边有一个直线。师父，何为正，亦为何为邪？虽然我们都说魔教是个恶人，但也有像这样例外的。正派亦有恶人，邪派也未必没有好人。世上的一切本来就不能用单纯的恶分法。但魔教作为果断，远多于正派中的，那也是事实。有人说，
侠义无反境，单纯以武力解决一切纷争，那必然不能称得上侠。所谓侠，应当是以武行仁义之事。无论是正是邪，只要符合这个精神，即有资格称为侠了。想当初那厉苍天，唉，过去事就不提了。是师傅，我才不会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底细，大家负责出钱，他们就愿意替委托者出去任何人。支线吗？哦，温柔拐了这么多，七经八脉。那七经八脉要去哪里解？我断也的不。七经八脉。哎，那个黑风寨还有一个支线呢、啊。那我们先去黑风寨吧。我们行。好，先去黑风寨。然后这一集就这样吧。我陕北十三宴，那不是被灭了吗？大草果关岩山高丁上，这个在本传有吗？好像没有吧。嗯，这谁啊？杀人方。好了，救他了。会不会我打不赢啊？哦，还好，应该打得赢。但是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金庸的角色吗？怎么没印象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哇，我连放啊，很弱、哦、踢到铁板了吧。我的天啊，这地牢关什么人啊？就让我捅你一刀就好。你开什么玩笑，半刀也不行，省省六计，总为上策。哇，啊、哦，这边还有个支线。白风寨。哎，但基本的时候，筹爸是这样的人吗？嗯，没印象了。好，我们先去洛阳吧。啊，杜康村啊。
没在怕。哦，隐隐，建行兄不是不怕吗？哈，怕，我只怕没酒喝。没有，走。别走，谁个老子怕了？我恨不得吃这两个鬼肉，喝他们的血。人工站已经被眼前的大师灭了哦，两个武场被朝廷带走了。结束。普天之下，莫法网。所以，哎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所以救完他，那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无从居居哦，看到头发了。嗯，可许愿。好，那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华山派的主线还没做，我先许个愿啊！许愿，许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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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了，这集到这边啊！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上方可以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们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